今晚倚重名人明星盛装出席时尚派对，包括关之琳、谢婷婷、徐子淇和周丽淇的。关之琳穿了自家睡衣品牌服赴会，她从艺人成功转型为创业人士，更担任设计师。日前应邀出席清华大学举办的论坛，与年轻人分享创业经验。是不一样了，对对对，因为但是我也没有演戏很久了，所以其实没有怎么样，就是没有工作，没有电影的工作，但是就是换一个角色做到其他事情。百欣慧身穿黑色长裙现身，轻露纤腰，完全不像已经生了孩子的妈。那不知母亲节她是如何度过的呢？母亲节的话，就是一家三口在餐厅吃个饭，然后切个蛋糕，很简单，但是我觉得会很幸福。而香港对于孩子的教育以紧张为名，白白也表示压力哦，我是没有什么压力耶，对啊，因为其实我还是希望小孩子可以玩沙玩土啊，开开心心的就好了。听听最近被传他跟知己鹰眼 Jeremy Renner 的绯闻造假，听听闻言笑了一下，淡然回应。哦，那当然会有人会这样觉得，没有办法。